千里关注不会迷路，大家好，我是龙哥。第五人格官方已经全面曝光了柯南系列的皮肤，毛利小五郎成为了来历最帅的皮肤。这次联动的 3D 动画可以说也是非常的精彩，相信很多柯南迷都非常喜欢。不过这次官方抛出了一个主题啊，五个幸存者，难道第五人格最后有五个幸存者吗？官方大大让大家展开推理。我们看官方大大公布的这张图啊，明明图中有六个人嘛，除了柯南系联动皮肤的五个角色外，还有一个人在门口，这个背影一看就知道是幸运儿。地上的脚印似乎是幸运儿的脚印，幸运儿可以说是第五人格系列中最神秘的求生者，没有任何特长，但却能以幸存者的身份逃出庄园。我们看到柯南查案的环境是在圣心医院的二楼，这个二楼内侧时曾经有一个人被绑在手术台上，有人路过时被绑着的人还会抽搐，后来因为太恐怖了，这个设计被取消了。难道被绑着的人就是幸运儿吗？而且在内侧时地下室还出现了许多一模一样的幸运儿，难道幸运儿是个实验品？庄园曾经有人体克隆实验，复制过多个幸运儿吗？五个幸存者破案的关键线索会在幸运儿的身上吗？大家打开脑洞一起推理吧，有任何的看法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哦。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，点击关注哦，关注超神龙哥哥，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。